不，快出来，快出来了！啊！我哪知道？我进去的时候没有啊！你搞清楚状况再骂人好不好？哦，好吧。你们笑，让我见你。我跟伯君去厕所，你们聊。干，全部人都在的时候很好聊，但是我跟他，我就不知道讲什么了。我们又不熟。你今天怎么来？哦，我坐公车啊。啊，你平常画画会很难想梗吗？嗯，有点。你有看过七龙珠吗？你知道悟空的爸爸也可以变成超级赛亚人吗？哦，是哦，我不知道，好厉害哦。我的周末11点醒，发呆，滑手机，充电，吃饭，回床上滑手机，充电，睡觉，醒来，滑手机，充电，吃饭。你在找什么啊？我在找一份资料，明天就要交出去了，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哎呀，完蛋了，崩溃！找到了，开玩笑的啦，哈哈，放轻松。我干你啊！好笑、哦。讨厌，我感冒了，要看医生了。怎么咳个不停？怎么回事？不单纯，该不会我得了什么绝症吧？必须立刻到大医院检查，刻不容缓。蓝教大的小子，你是打不赢洋葱的。什么？你说我打不赢这个屁股男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惹火了洋葱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